街善第一城堡的花园。善第一城堡的花园就在城堡对面，由城堡高处望出去，可尽览壮阔的花园全貌。花园内有三个特色主题区，其中法式花园是17世纪由设计凡尔赛宫的著名建筑家勒诺特亲自操刀，将湖泊、河道、喷泉、树木及草坪融为一体，设计出构图独特的庭园特色。尽管不像其他古典主义园林那样规整，但是勒诺特的大手笔的处理方法使它具有了宏大的气势。花园几乎处在同一个平面上，平坦舒缓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。水花坛和水晶面的处理又是如此的适宜，使善第一城堡的花园独具特色。下一集我们去欣赏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绘画作品《惠灵时间法国巴黎》。